孙艺珍她现在是最美的年纪啊，38岁。对啊，所以跟她交往一年，明年就可以分手了。没有，的确，我觉得女人大概过了30岁，过了30岁之后是最好的年纪，因为又聪明，她又懂得打扮自己，那年龄是最漂亮。最漂亮。现在女朋友是几岁？啊？现在女朋友几岁？现在女朋友大概就20几岁吧。什么话说你会不漂亮吗？所以我们不是看外表的嘛，对，我们就是一种灵魂上的一个交流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我这一集都没有人相信，到现在就要 ending 了吗？后面你还怎么接啊？差不多。OK， 好，所以你觉得？对，我觉得孙艺珍这个年纪是最有韵味的，对。那刚你毫不犹豫说周子瑜，当然啊，嗯，周子瑜那么正，要不然你问摄影师，嗯，可是才21岁耶，你那么成熟的男性，你刚刚会有些话题没有办法搭得上。不是，如果你刚刚的理由是全世界只有这两个女人爱上你嘛，那你当然就两个选一个，当然选周子瑜、啊。那他不好吗？看起来成熟有韵味。哎，现在的年龄吼，因为营养啊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啊，很棒。所以对啊，所以他因为长命百岁，但是我还是选周子瑜。不是，所以一个现在38岁的女人，可能是等于以前的20来岁的女人啊，对不对？也对耶。那我们还是选周子瑜。